我是去拍 market， 所以现在我们去拍 market， 有没有听过拍 market？ 是这边 Seattle 的 Pocket Market， 这边去不会太远了，只是十多分钟就到了。所以啊，等一下，还有听过 Starbucks 吗？一定有吧 ，Starbucks。Starbucks 的第一间店就是在这个 Pay Market， 现在还在。所以等一下呢，你们可以去看看啊。因为在那个 Pay Market， 主要是一条街，两旁都是那些 shops 啊，因为它是一个 Pay Market 嘛。所以呢，还有呢，那个 Starbucks 第一间店现在呢，主要不是卖那个咖啡。他是卖什么？主要是卖那个 cup 啊 ，coffee mug， 还有 coffee cup 啊。他是买杯，他的杯，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他第一间店的时候呢，他那个现在的杯上面还有一个是他的以前的那个 logo， 以前的，所以呢，在外面买不到的。现在呢，只有他这一个第一间店才能买得到。还有呢，他有很多个不同的 coffee mug 啊 ，coffee cup 啊。只有一个是 Made in US， 只有一个，但是是最丑的那一个。对呀、啊，对呀、啊，也不是最贵啊，13块钱多大概，不是 US。对，但是有些是 Thailand 都有，他 Made in Thailand 也有。所以呢，你要看那个杯子的时候呢，你真的喜欢那个 look， 因为他们因为你打折，大不是这样子啊。还有呢，在那个 Pay Market 呢，还有两个地方，我。值得可以去的一个就是那个 flying fish 飞鱼，知道什么是飞鱼吗？知道。飞鱼就是可以在水上飞那些条鱼，这边不同这边可以在空中飞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死掉的鱼都可以飞。因为它有一个 shop 啊，它的一间店是 seafood shop， 它主要是买三文鱼跟螃蟹啊这些东西。所以呢，很多人在站在旁边，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个人去买那个三文鱼，只能说他就会在店里面掏出来给你截住，对呀、啊。所以呢，所有人都站在旁边呢，就等其他人去买那个三文鱼，可以看他们掏出来。就那这两个地方呢，还有最后一个地方就是叫那个 gum wall， chewing gum 的 gum， 就是口香糖，这样对，口香糖。但是因为呢，现在呢就不同以前呢，景凤厂。在哪边都是烤山糖。And also yes, the end already. So only this way and go to the end. Only right here. So 12 o'clock. How can you find your buses? Go to the first. Yes, umbrella right there. The first traffic light on the left hand side. Left hand side is our bus. Turn right.直直走下来就是了。好，其实我12点钟走了，我还是不在这边。我是住那边才买。八楼八。OK， 走过来。今天再回来这边自己买了。你也别等到晚上了。啊，差点才排。是哦。看就好，不要动。你看就好，不要动，人家会骂的啊。哇，这个颜色很大哦。看就好，不要动，不要，你不要动人家了，真的。哇，这也好。哇，这是 strawberry， 你看。strawberry。才到地哦。是不是？买那 strawberry， 你不喜欢？可以帮我。这个就是 flying fish 的地方。
吃了菌干就往墙壁粘，所以会造成今天每个人吃了菌应该这条街都会粘了很多菌应该。哇 ，OK。Starbucks， 嗯，然后就排队，好像就是长龙，我要买东西就排队。然后就，哦，妈妈就这样，妈妈在排队。Thank you.